欢迎我最尊贵的客人们来到美丽的安徽省黄山市的城坎古镇，这里边呢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了。爸爸之家，我找到一个最大的了。来，森林女超人，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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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带领大家一起创造一个快乐的爸爸之家，这就是让大家后起之秀的宗旨。我是给大家告诉大家每一个的 schedule， 我写的是要让大家吃饱吃好，就每个人墙上写的内容不一样。我是我的爸爸。 更多精彩视频，敬请订阅湖南卫视官方 YouTube 频道。